大家好，我是廖瑞英，欢迎大家来到空中大讲堂。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内容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庄子是我国著名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当时没有人为他作传，他也没有自述的文章，因此有关他的家世渊源，我们不得而知，师承源流也不清楚。 生死年月也史无明文，除了《庄子》这一本书之外，就以《史记·老庄生寒列传》的记录为最早。但是，《庄子》这一本书中所写的大部分都是假设性的预言，再加上里面还有不少后人掺杂的作品，所以并不十分可靠。而《史记·列传》对庄子生平的记载也只有短短的两百多字而已，所以。 庄子可以说是一个像谜一样的人物，我们只能从相关的史传文章，或是透过他的学生散漫记载他的一些行医事迹，对他的思想和作品有所认识与了解。史料文献上说，庄子的生活是贫穷的，他曾经向人借贷。庄子外物篇记载一则庄周代树的故事。 庄周家境贫穷，于是就向监河侯借粮食。监河侯说：“没问题，等我收到了地方上老百姓缴的租税的时候，就借三百斤给你，可以吗？”庄周听了，心里很不高兴，沉着脸色说：“昨天我来的时候，在路上传出呼救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原来在车轮碾过的洼地里，有一条鲫鱼被困在那儿。” 我就问他说：“鲫鱼啊，你在这儿做什么呢？”鲫鱼回答说：“我是东海的水族，您可以注一些水救我活命吗？”我说：“好啊，等我到南方去游说吴越的君王，请他吸引西江的水来迎接你，可以吗？”鲫鱼听了，立刻板着脸，气愤地说：“我就是因为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水。” 所以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你只要给我少许的水，我就能活命了。可是你竟然说这样子的话，那还不如早一点到干鱼铺去找我呢。从这一篇文章可以看到，庄子向人告贷是碰了一鼻子的灰的。这虽然是一个寓言故事，但庄子的家境贫穷应当是实情。从《三木》篇的一段记载上。 也可以看出他穷困的模样。庄子身上穿了一件补过破洞的粗布衣服，脚下踏着一双用麻绳绑,绑着的破布鞋去见魏王。魏王说：“先生，你怎么这么狼狈呀？”庄子回答说：“这是贫穷，不是狼狈。读书人不能够躬行道德，才是狼狈。我穿着破衣破鞋是贫穷。” 这是因为没有遇到好的时代。我现在正处于一个国君昏庸、臣子叛乱的时代里，要想不狼狈，怎么可能呢？庄子性情的纯真坦诚可见一斑。他宁愿以最真实的面貌去见魏王，换作是他人，恐怕会考虑到这样子的穿着关系到自己的颜面，为了功名利禄着想。 可能会想方设法地去租借名贵的衣物去见国君，但是庄子对贫穷处之泰然，还不忘借机讽刺魏王：“你所治理的国家混乱，这无疑是当面把魏王骂了一顿。”庄子轻视富贵的性格也于此可见。在昏君乱象的时代，只有小人才能得志，《列狱寇》篇说。 宋国有一个叫曹商的人，奉宋王之命出使秦国。他去的时候，宋王只给他几辆的车子，可是到了秦国，秦王赏识他好几百辆的马车。当他回来宋国的时候，向庄子炫耀，并且挖苦庄子说：“住在破旧的巷子里，穷得织得草鞋过活，饿得脖子枯槁，面黄肌瘦。” 在这方面，我朝商可赶不上你。可是，一旦见了大国的君王，就能够得到上百辆马车的赏赐，这就是我朝商的长处了。庄子听了，反而讥笑他说：“我听说秦王得了痔疮，找医生给他治疗，谁能够把痔疮弄破，就可以得到一辆车子；可以用舌头舔痔疮的，就给五辆。” 病治得越下流，所得到的车辆就越多。你是不是给秦王治过痔疮啊？怎么搞到这么多的车辆呢？您还是走吧。庄子后学所记的这些事例，如果是真的的话，那么在这些对话中，透露了一些庄子的生活情况，倒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贫穷到需要靠借贷度日。 衣服鞋子破破烂烂，饿得面黄肌瘦，住在简陋的巷子里，靠着织草鞋为生。这似乎和居陋巷、单食瓢饮的颜回颇为相似。颜回贫穷，营养不良，不到三十岁就英年早逝。庄子反倒长命，一口气活了七八十岁。 从文章记载和他人对答的气势里，好像还精神抖擞的样子。庄子的一生都是贫穷的，难道他就没有出来当官、享受荣华富贵的机会吗？根据《史记本传》的记载，庄子曾经做过七元吏，但不知为何辞官。后来楚威王听说庄子很有才华，于是派了两位使者。 带着贵重的礼物，想要聘请他做楚国的宰相，这么一个高官显达的好机会，庄子却微笑地对使者说：“千两黄金确实是很重的聘礼，宰相也确实是尊贵的职位。可是你们有没有看到那祭祀天地的时候，供奉给神明的肥牛吗？把牛养了好几年，养得肥肥胖胖之后宰杀。” 还帮他披上华丽的锦绣，抬到太庙里去。在这个时候，即使他想做一只孤单的小猪仔，办得到吗？你们赶快走开吧，不要耽污了我。我宁愿在泥巴里游戏，终身不做官，只图个逍遥自在。庄子对于尘世的情欲生活无动于衷，他断然拒绝大千世界的诱惑。 《秋水篇》里记载，有一天，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威王派了两位大夫去表达他的心意，说：“我希望将国家的大政委托给你。”庄子手里拿着钓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国君把它盛在木盒子里，小心翼翼的用布巾包裹着，藏在庙堂之上。请问？” 这只神龟是宁可死了留下一把骨头受人尊贵呢，还是宁愿做一只自由自在在泥地里拖着尾巴爬行的活乌龟？两位大夫回答说：“当然宁愿做一只在泥地里拖着尾巴爬行的活乌龟啊。”庄子说：“那么两位请走吧，我还是希望拖着尾巴快乐的在泥地里爬。”庄子借由这一些比喻。 坚定地抛弃高官显爵，因为处在变动纷扰的乱世，小人得志，为求功名利禄或荣华富贵，充满心机的算计他人，而这必会导致物物相残，结果是使得社会人心更加的黑暗腐败。《三梦篇》里有一则故寓言：庄子到凋零的丽园去游玩。 走进篱笆，忽然看见一只怪异的雀鸟从南方飞来，它的翅膀有七尺这么宽，眼睛的直径有一寸这么长。它泡着庄子的额角飞了过去，停在栗树林中。庄子觉得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什么鸟啊？翅膀这么长却不能够长飞，眼睛这么大却目光迟钝。” 还会撞到我的额头嘞，于是轻轻地提起衣裳，拿着弹弓，慢慢地走过去，想要用弹弓把它射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庄子忽然看见一只蝉，正在享受阴凉的树荫，而忘了要隐藏自己的身躯。此时旁边有一只螳螂，借着树叶的掩护，举起臂膀想要捕捉蝉。 螳螂只顾着要捕蝉，忘了自己的形体也已经暴露出来。恰巧那只怪异的鸟儿想趁着螳螂捕蝉的时候把螳螂吃掉，但是那只怪异的鸟只看见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后面的庄子正想要拿弹弓射它。庄周看到了这一连串的情景，不觉心惊胆跳，他警惕地说：“哎。” 世间的万物都只有想到眼前的利益，而忘记了背后隐藏的祸害。当你想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利益时，别人也正想要从你的身上获得利益，这两者是相对的、啊。想到这里，庄子就赶紧扔弃了弹弓，回头就跑。就在这个时候，看守栗园的人看到了庄子，以为他要偷栗子。 就追逐着庄子，而且痛骂他。所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有名的典故就是从这个寓言出来的。庄子的寓言文章很喜欢用动物来编排故事，然后在故事中隐藏哲理，发人深省，开启智慧。空中大讲堂，我们下回见。 各位同学，我们从前面单元的介绍已经了解庄子的为人与形貌。接下来第七讲要讲授的主题是庄子的学术思想和他的文学写作技巧。以下我将分别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庄子学说的要旨；第二，庄子著书以及他写作的技巧。庄子的学士博大精深。 他的思想空灵超脱，《史记本传说》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这就是后人把庄子视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将他和老子并称为“老庄”的原因。庄子继承老子“道无为、法自然”的学说，这是他洞察了当时社会已经非常纷乱的情景。 政治要角们都在汲汲营营，竞相追逐名利，结果弄得天下人处在忧虑之中，这是国家祸乱的根源。所以他认为，凡事如果能够顺其自然，不强行妄为，社会自然就能够趋于安定。在庄子看来，举凡严刑峻法、仁义道德、功名利禄以及权谋诈术。 都是轻视自然的人性，扼杀自发个性的元凶。一个掌握权力的统治者，不要以自己的意思、愿望强加于民，否则用心虽善，却徒劳无功。《印帝王篇》的末尾有一个含义深远的寓言——凿混沌的故事。南海的帝王名叫做树，北海的帝王名叫做呼。 中央的帝王名叫做混沌，素汉乎常在混沌的国境里相会，混沌总是热情的招待他们。素汉乎就商量，想要答谢混沌款待的美意说，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饮食和呼吸，唯独混沌没有，我们就试着帮他巧凿七窍好了。 于是他们每天帮混沌一天凿一窍，到了第七天，七窍凿成，但是混沌也就死了。混沌代表的是质朴纯真。春秋战国时代，国势纷乱，乃至弄得国破人亡，都是由于统治者的繁杂扰民的政治措施所致。庄子顺应自然的方法，就是去除诚心。 所谓的诚心就是主观，有主观之心，人人就各自站在自我的立场，拘泥于片面的认识，最后扶持相向，演变成口舌争辩，彼此互相指责，自以为是而排斥异己，因此卷入了纷争之中。纷争越久，纷扰就越不可解。在争论当中。 大家都劳心的去求其其，却不知道所争论的东西根本都是相同的。这就像是养猴子的鞠躬，分巷子给猴子吃的时候，这么说：早上给你们三声，晚上给你们四声。猴子听了都勃然大怒。但是当他改成早上给你们四声，晚上给你们三声的时候，猴子听了都很高兴。 其实名和实都没有因为争论而改变，所以争论胜的未必就是对的，败的未必就是错的。争辩不一定能够判定是非。心斋作妄是庄子免除人世间是非对错的修养功夫。斋指的是人在祭祀之前身心恭敬节制，不喝酒，不吃辛辣的肉类。 专心一意，心无旁骛地迎接鬼神，这是一种内省的功夫，主要是针对贪欲和巧智做一番的洗净。透过这一层功夫，消极地说，可以使心不至被贪欲所蒙蔽，被智巧所歪倒；就积极而言，可以使心的功能灵妙，发挥创造的功能。 人如果被从心所生的喜怒哀乐、爱物欲等情绪牵引奴役的时候，这些就会成为人生困扰的根源，它是阻碍精神自由发展的束缚。心斋的修养途径是由外往内收敛精神，而且由内往外空虚其心。达到这个境界的圣人，他能够收敛过于耀眼的光芒。 他的心可以和天地万物浑融为一，达到玄同的境界，所以就能够超越亲疏、利害、贵贱。庄子还能够将老子无的功夫用望来加以发挥。庄子的望不是指不存留记忆或者是知识。 而是将所有的人为造作、意念、形式，甚至是世俗早已经认定的价值观念全部忘掉，以免影响当下对真理、真知以及大道的会统，这是一种修正的功夫，是弃入大道的进路。唯有将人为的造作全部去除，才能够恢复到人最初的本真。 也才能够成为一个不被外界环境或者是别人的思想所塑造出来的真我。庄子谈论悟道以及体道的用意，只是希望人们能够经由修持、修养的功夫而达到内在精神的提升、宁静的效果，希望人们能够在这繁嚣扰攘的城市中找到自己的本心，立定自己的方向。 而不随波逐流，迷失自我，浑浑噩噩的度过这一生。关于庄子的著述，司马迁在《史记本传》说有十余万言，《汉书》一文字记载庄子有五十二篇，但现今传本的庄子只有三十三篇，约仅六万五千多字，可见已有残缺，不是汉人所看到的旧有版本了。 今本的《庄子》分为三部分：内篇有七篇，外篇有十五篇，杂篇有十一篇。外篇和杂篇是各自独立的，取篇首二或三个字来命名，内容污杂散漫；而内篇则专利标题，各有意义。从《逍遥游》到《印帝王》，一理精绝，层次井然。 首尾贯穿成一个完整的表述系统，所以古今的庄学通人大多以为内篇是庄子自著，而略有后人串入之文。至于外篇和杂篇，则出于庄子弟子之手，也有一些是后人未托之作。总的说来，庄子一书除了杂篇说见比较类似纵横家所著以外， 书里的思想还是统一的。庄子书中虽然随时可见寓言故事，但是庄子的写作方式并不拘于一格。他认为语言是用来表达情意的工具，当情意了解了，就可以忘掉语言。而为了要把一般人难以了解的道理说清楚， 庄子在杂篇《寓言》里叙述他著书的方式和态度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知言日出，何以天倪？寓言十九，界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重言十七，所以以言也，是为其爱。 之言日出，何以天明？因以漫延，所以穷年。意思是，书里的预言占了十分之九，而借着世人所重视贤人的语言占了十分之七。每天所说出来的话，就像酒杯的水一样，随时随地改变形状。自己说话虽然抱着不主观、没有成见的态度。 但总是符合自然的道理。之所以以书中大多数采用寓言，是因为自己说话，别人大多不相信，所以要用寄托寓意的事物来讨论此事。就像做父亲的不替自己的儿子做媒，因为父亲称赞自己的儿子，总不如别人称赞的可信一样。 而引用前辈年老博学者所说的话，目的是为了阻止天下纷扰不休的争辩。至于每天说的话语，推陈出新，但都合乎自然的奋迹。把这些言论推演到无边际的境界，让它产生无穷尽的变化，可以让人忘生死，无是非。 享受自然的年寿岁月。庄子有鉴于天下沉迷浑浊，不能讲述端庄严肃的言论，所以想要用变化不定的言辞，把它扩展到无穷。引用贤人的语言，令人感觉真实，以寄托虚构的预言，来阐明他的学说。 这种写作的方式的确宏壮奇特、幽默有趣。而庄子不但以谬幽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使自重而不傥，不以基建之也。意思是，以荒唐的言论，用无头绪和无边际的言辞，时常纵意发挥，但不片面。 从不以为标新立异的方法写书，同时也用这个样子来当做他处事应对的态度。但是他这般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内心清虚淡薄，不问是非和世俗相处的态度，却引来众多的批评。司马迁就很不客气的批评庄子说：“做迂腐。” 道直屈却以诋毁孔子学派的人，目的在宣扬老子的学说；而魏累虚、抗生直这一类的文章，都是空色言语，没有实事。可是庄子善于行文措辞，描摹事物的情状，用来攻击和驳斥儒家和墨家。即使是当世博学之士。 也难免受到他的攻击，他的语言汪洋浩漫，纵横恣肆，适合自己的性情，所以王公大人不能器重他。荀子也只是庄子是滑稽乱数，所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这么样的一段话：“荀卿及卓氏之政，亡国乱君相逐。” 不遂大道而隐于污柱，性激响。比如小居，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渔父、道跖跟蛐蛐这几篇作品，分别可以在《庄子》的外篇和杂篇看到。学者们大多认为这些不是出自于庄子的手笔。 但是庄子放下尘世的执着，逍遥人世的作风，确实和儒家思想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差异很大。而或许就是因为庄子思想博大精深、空灵超脱，所以也容易让人滋生误解，甚至曲解。例如，一般世人常常迷失自我。 往往奋力在追逐红尘俗世的号上，因此流于随俗，甚至是媚世，竟不知道自己所谓何事，所谓而活。还有一些人虽然聪明睿智，但只为个人图利，拔一毛利天下而不肯为。至于庄子，则大智若愚，他著书的目的。 是希望世人超越我执，以达圆融之境。他的逍遥自由，并不是适度放任，而是以戒慎正己来修身，用顺势自得来养性，而不陷在艰难痛苦或无法摆脱的环境之中，远离灾害的处世哲学。 庄子不赞同愤世嫉俗、游学教化、以正术取功名的人。他欣赏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志，无江海而贤。也就是说，不需要磨练心智而行为就自然高尚；不称说仁义道德而自然有修养。 不需要追求功名利禄而天下自然清贫，不需要刻意去避居江湖而心境自然闲暇的人。主张凡事先尽其本分，不求名利，顺乎自然而恬淡寡欲。所以庄子是既入世而超世，但并不是避世。也就是说，他身在人世而不为世所累。 处事却不为世所困，和世人一样居于人间世，而不是当一个离群所居的孤独者。庄子一生淡泊名利，顺应自然，追求精神自由、逍遥无待。他熟练地运用寓言、重言、卮言等等的方式。 创作了机趣幽默、想象力丰富的作品，造就了奇特浪漫的文学境界。这是古今的奇文妙笔，堪称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他将先秦的散文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而读者们在不同的时期欣赏他的文章。 都会因为有新的体悟而觉得生命过得充实喜悦。国文一的第七讲我们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回再见。